他是一个意大利的，其实在日本队来说，这一场球一定要赢的。如果他再不赢的话，他上一场球已经以3-0输了给同组意大利的。如果他再不赢这一场球，不能够在巴西手上赢回场的话，他可以说是这一组 B 组的是最尾的一名。所以在日本队来说，这一场球是 背城者一定要赢噶啦，但系其实咧话啫，要赢巴西亦都唔系容易噶吓。巴西嚟讲咧系比意大利咧更加好噶，日本都能够输3-0啦，输3-0输咗俾呢个意大利啦。咁想赢呢个巴西咧，实在咧系谈何容易。咁但系巴西嘅阵中咧，亦都系其实咧系弱咗噶啦，比起咧系喺旧年啊，喺去年嘅巴西队嚟讲咧。 明显地弱咗啦，因为冇咗咧海特拉啊、莫沙啊、恩霞啊呢啲咁样嘅一级嘅球星嘅话咧，整队波打出嚟咧系已经系个攻击力咧弱咗好多噶啦。咁但系同样日本队方面咧，亦都系弱咗啫。喺我个人所见咧，日本队咧系自从冇咗大林素子、山内美加之后咧，嗰个攻击力啊更加系薄弱啊，只系靠后场嘅防守去挨嘅话咧。 咁样挨法咧都唔系办法嘅，咁所以咧呢一场波咧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大家都系比起从前嘅本队波咧系弱咗少少啦，构成咗系大家咧系较为拉近呢个比赛。唔系啦，呢场波咧究竟日本队能唔能够咧系背城借一啊喺巴西手上咧系赢翻一场波啦？好啦，一打到就第一个嘅时候咧，巴西而家咧系5号啊，安妮嚟咧。 喺中间啊打咗一个快攻球，但系好可惜咧打过来咧就唔系咁得心应手吓，比以前佢嘅大家姐恩霞嚟讲咧争好远啦吓。好啦，睇下而家十一满炳打个波俾人难死。咁啊，拦网方面好明显啊，咁就你睇下巴西吓，巴西阵中咧呢位咧十号咧系大亚斯就系老将嚟噶啦。 已經係同呢個莫沙咧同一年代咧喺度打到而家㗎啦嚇，咁當然啦，一個球隊嘅更新咧係永遠都需要㗎嚇，舊嘅人一定始終都有機會退下火線㗎啦，就正如咧古巴隊嘅路易斯一樣。咁而家時候咧係2-0啊，巴西領先緊嘅，咁但係新嘅人咧究竟能唔能夠上得切咧，就往往需要咧係起碼有3幾位嘅。 后人咧系带住佢咧嚟到啊俾机会佢噶，嗱呢位出场嘅而家1号嘅日本队噶，呢位系多次见麻子啦，日本队系黑色衫噶，5号江藤直美，江藤直美系中意打中路嘅快波嘅，而佢嘅身高咧系日本队中系最高嘅一个，所以喺前场嘅时候咧，除咗打快攻之外咧，佢都系喺中路嘅一个拦网嘅最重要嘅 key blocker 嚟噶，系拦中间3号位嘅拦网手嚟噶，好俾个波后托。 本领打落去，一样系俾呢个巴西咧系施华咧系同埋干你嚟嘅拦死噶。咁其实拦网方面就绝无疑问一定系巴西好啦。从前嘅巴西队嘅拦网系好出色嘅，现在巴西队拦网一样咁出色。啊，呢个咧系巴西嘅锁匙啊，赢波嘅大锁匙。因为佢自己发球，就对方进攻，如果即时拦网成功，好似而家呢个波咁样嘅话咧，即刻攞一分啊！因为自己发球啊嘛，系得分啊嘛。 所以拦网成功，即时攞分，所以巴西队嚟4-0，所以加强拦网系巴西嘅取分之时嚟噶。好可惜，而家发球咧系擦擦网，于是就转发球啦吓。咁我见到巴西队方面咧喺攻击力咧系明显薄弱咗啦，但系咧喺佢嘅拦网方面咧系仍然系唔太差嘅吓，咁所以咧巴西打落嚟咧应该系比呢个日本队系高一线噶。 好，呢个波打得好靓啊！日本队啊，一个后场进攻，虽然间系打落去咧都系几次样啦，不过咧由于系身高嘅关系，始终咧唔够力，力嘅表现咧系差少少啦。睇下啊，喺唔够力之下咧，系俾巴西嘅后场防守球员咧可以咧系好容易嘅升起个波吓。咁所以咧，本领打呢波都打得唔错噶啦吓。但系咧系如果系力系唔够嘅时候咧，有其形。 而无其力嘅话，再打下次得唔得？得呢一次咧，再打落去咧，喺中路咧系捉到巴西嘅防守球员嘅手咧，出界啊！喺拦网擦擦出界好。
日本方面是大圓足九尾起跳扣球的發球表示威力啦。好，中間打，巴西話我都識打啦。後場進攻是我巴西的拿手好戲，冇錯。巴西隊方面呢，以往的莫斯拉、海德麗，哇！呢啲咁嘅空中飛人啊，我哋嗰時叫佢啊，直頭喺啊喺後場啊大步標前咧，喺四米起跳，跳到咧係兩米半咧，重力咧扣落去嘅。呢啲波當時咧係奇經四座嘅嚇，而家嘅巴西隊仍然係秉承住呢一樣嘅進攻嘅本錢，係繼續咧發揮。不過帶上嚟咧個威力咧就差少少啦。好啦，你前面打啦，前面打應該差唔多嘅嚇。喺網前嘅進攻嘅話咧，始終都係有翻咁上下，因為都係身高手長。啊，巴西嘅球員咧係最好嘅排球員嘅身材嚟嘅嚇，因為咧高高瘦瘦，冇多餘嘅脂肪嚇，亦都咧係個個好扎實，唔係啊骨瘦如柴，好似美國亞當斯咁樣嚇。佢打起上嚟咧，主要佢呢隊六個人咧，我相信咧，而家巴西裏面咧，斯華幹尼尼、杜華奧、林馬加埋戴亞斯呢幾個咧，已經係主力嚟噶啦。喺日本方面咧，就係六號大冠美奈子啊，加埋多次見麻子，加埋咧係滿永、大原旭久美同埋佐佐木咧，呢啲都係日本嘅基本嘅出場嘅陣容嚟啦。好啦，嗱，十五號嚟嘅巴西隊。哇！發球之後咧，上網彈網得唔得？彈高唔緊要啊，機會嚟啊！反攻彈到網啊！日本隊打得好啊！日本咧呢一個波咧，剛騰直尾啦嚇，我講過啦，剛騰直尾日本裏面咧係最重要一個彈網手嚟噶嚇，因為佢咧喺中間咧以佢個高度咧係攔網方面咧係似乎咧係最有把握嘅。好啦，接過波之後咧。剛才直尾打落去，啱啱揾到條罅，揾到斯華律幹尼尼之間條罅打落去。再睇一次啦，啱啱條罅，斯華律幹尼尼拍唔埋啊，未拍埋就打落嗱。呢位咧就係佐佐木啦，達薩奇一比四啊，日本隊落緊三分，仍然有機會追啊！哇，打埋打波嘅重球，哇，好犀利喎！呢個波都幾重手啊！打落一彈起一直情彈到個球場嘅場館個頂嗰度啊，空頂咁犀利啊！好啦，大亞斯，巴西嘅一傳唔靚啊，冇機會啦，過網啊，剛騰直起，揾一陣陣過網算數。往前爭奪，呢個波咧，巴西又點樣托波㗎嚇？一托咧咁定咁啊，托咗去對方嘅場區，俾日本隊咧伸手一攔，攔過嚟就搞掂，送分。江藤直美出界，啊！呢、這個波直飄出界啊，一路飄出去啊！可惜啦好啦，而家輪到咧呢個巴西乾利尼發球啦！啊，要認巴西球員個樣咧都唔係容易噶，個個差唔多樣其實啊！哇！呢啲波咧喺而家呢個尺度咧準許你咁做啊！第一傳咧，第一接傳咧已經放得好鬆啦！啊！咁但係始終放落去睇到咧。打落去都唔係好協調啊！其實咧係差少少嘅。佢係可以佢專登蓄意平推球嘅，佢想平推係最快時間逼推佢網前咧打個快攻嘅。咁但係咧控制得唔好嘅，接觸球嗰下咧唔係咁好咧，所以打個波出嚟咧又似乎咧拖泥帶水啲啦好啦，而家輪到呢個巴西發球啦，杜華奧。杜華奧同乾利尼咧差唔多樣啊，所以咧有時好難認啊。捉手之尖。後場嘅杜華奧幾打都擋擋佢先，因為唔擋就一定唔掂啦。自己隊友喺前場攔網 high 到嘅，所以咧一擋擋高。好啦，呢個時候咧輪到日本發球啦，仲係落緊個大圓旭久美。哇，好重手，往前得咗啊，得咗啦呢個波啊，但好可惜咧個波出界啊，出界。嗱，其實佢喺大圓方面呢個波發球咧好靚啊，一發球之下咧令到咧巴西第一傳就破壞咗。一傳波上網，即一夾門撳到啦嚇！終於個波咧就喺巴西唔出界，咁證明咗呢個波咧最後捉手。哇！呢個巴西嘅教練啊，不拿刀，出去同啲球證講嘢話，其實咧嚇，你應該翻埋去坐低啦。球證嘅判決咧，作為一個教練咧，你係冇權咧去到咁多嘢講噶嚇。如果有問題要質問或者甚至乎咧要澄清咧，就只係透過當場嘅。
隊長 team captain 咧，個 game captain 咧就去到咧話俾球證聽，想問一啲問題嘅啫嚇。當球證解釋之後咧，你要翻埋去噶，你唔可以爭論噶嚇。咁啊，白拿度咧都好勞氣嘅，一向都係嚇。我希望佢咧控制下自己嘅情緒啦。而家都係比賽開始啫，都唔需要咁勞氣嘅嚇。好啦，而家日本方面咧換翻江藤直美出嚟啦。啊，出咗去嘅就津雲博士。孫文博士就是呢個自由防守球員啦。好啦，多謝見埋你。呢個波可以攻球，救翻只咧，擁球係啦，冇錯，唔理咁多啦，呢個咁靚嚇，托翻波咁準，一於打落去，哥你嚟啊，打出界，睇住呢波咁靚，受高，一撲落去，打落去啊，達沙奇。唉，終於就係俾啲乾你嚟咧，係捉手出街。好啦，追翻啊嘛，4-4嚇，第一局已經打到4-4。日本咧沉著應戰咧，追下一球一球，由0-4落後咧，係追翻4-4啦。哇，佛拿度面露凶光啊，好狼氣佛拿度而家嚇。巴西教練，不過咧雖然佢係咁狼氣嘅，但係佢呢個教練都仍然係一個好教練啊。佢將巴西隊咧由普通嘅隊伍咧升級升格成為世界嘅強隊，甚至乎咧係攞一個大獎賽冠軍添啊！好啦，佛拿度咧又話呢個波係出界噃啊！呢個波係出界，佛拿度嘅意思係出界啊！咁啊，兩位球證咧，第一裁判、第二裁判咧就同呢個紀錄台咧搞下先。其實咧，佢表達咗意見咧，其實呢個波咧都係佢冇可能唔俾意見噶。佢應該係透過呢個隊長去話俾球證聽，就算佢認為出界都好啊。咁但係咧，佢嘅性格係好火爆嘅。好啦，打呢個波落去咧，扎沙皮打得好靚啊，完全咧係避曬手啊個大射線，哇領先㗎啊！嗰時候咧4-4，仍係4-4喎。原來咧係。佛拿度是指出了頭先的紀錄台錯誤，紀錄台俾多了一分呢個日本隊，現在才是4-4。好啦，咁而家繼續比賽啦。既然間分數咧係已經澄清了啦嚇，係4-4。而家就繼續比賽啦。好啦，巴西隊發球，林馬，好，江藤直美假嘅，佐佐木係真嘅。一锤打落去，打落个死角位，直线后位。咁呢个助助木咧，喺日本队嘅几个攻击球手之中咧，满永咧，同埋佢嚟讲咧，我觉得助助木咧比较满永啊，更加有把握啲嘅。哎，呢个波醒目啊！一去网前咧，斯华咧唔理咁多啦吓，见到波接网啊，自己又啱左右，一正劲过去咧，即时咧第二下就劈过对方嗰度咧，出其不意攞翻个发球权。蘇沙是半身助球員，以前跟住大家姐莫沙嗰啲咧一路咧做呢個咩後備球員嘅啫嚇，幾乎咧係甚少出場嘅，係因為助助木啦。而家終於做咗個大家姐啦，好啦，打落去，哎，這個波咧拖泥帶水啊，都唔係好硬啊。杜華奧捉手啊，呢、這個本隊攔網捉手咧係喺長區落，好啊，戴亞斯。往前快波俾唔俾？俾！江藤直美已經上咗去啦，一起跳嘅時候咧，伸直隻手，並冇係大鋤劈殺啦，伸隻手用手腕咧一掂一貼個波咧，就已經去到一個虛位搞掂啦。好啦，江藤直美高高瘦瘦啊，好打直線，呢個波打直線啊，睇住咧日本隊直線咧嚟打嘅，呢個打到出界啊，好可惜啊！好啦，暫停之後，佛拿度咧就同啲球員咧講下。咁其實咧，而家打落嚟咧，俾日本隊咧係打下順下，打下順下追翻，連續咧係俾呢個助助木啊，係攻擊幾球波咧係直線咧係落地嘅，打到而家係反輸為5-4。好啦，休息一陣之後咧，再翻嚟啦嚇。翻到嚟呢個場內咧，仍然係第一局嘅比賽啊。咁啊，見到咧日本隊咧出咗一個津雲博士啦。嗱，呢個時候咧打到12-10喎，日本係仍然領先緊2分喎。
嗱，依家佐佐木啊，去攻球，點解唔打落去咧嚇？你唔打落去，俾人進攻噶啦啊！呢波咧，呢個彎又表示咩咧？唉，巴西隊後場嘅進攻球員咧，起跳嘅時候係踩到嗰條攻擊線，所以踩到起跳咧，而打過網咧，咁就係後排進攻犯規啦，後排咧攻擊啦。咁呢個時候咧，日本隊繼續發球，啊唔打落去。捉手出界啊！滿領係爛網，係失敗嘅。咁其實咧，呢一場波咧打到而家，巴西隊仍然係比日本隊係節節領先緊喎。咁所以咧，反映出巴西本身嚟講咧個攻擊係麻麻，因為佢唔可以咧係壓住日本嚟打，反為啊你睇下，反為俾日本隊咧下下咧係採取主動，係進攻呢個巴西隊。咁所以你今時今日呢一隊巴西隊咧，真係咧個進攻力咧真係好麻麻嘅啫嚇。好啦，11-12，巴西仲係輸緊一分。蘇沙發球，好啦，俾上去，滿領一錘波之後咧，俾呢個巴西攔網啦。巴西好彩咧，仲有一道好堅強嘅防線，就係一道好堅強嘅攔網呢條線啦，嚇。如果巴西連呢條攔網線都唔掂嘅話咧，真係咧輸好快脆啊！而家靠攔網咧攞翻12-12，呢個時候攔網又成功，佐佐木喺呢一段打又唔得，滿領喺射位打又唔得啊！呢個巴西隊咧就憑住呢一道堅強嘅馬其諾防線咁啊嚇，直頭咧係啊無堅不摧，越係強嘅進攻咧係越係反彈力越強啊！又攔網。攞網得唔得？嗱，巴西啊，嗰啲好氣，輕輕一防，救翻日本隊，重靠攔到出界。其實呢啲波啊，反映出頭先嘅波，點解巴西隊啊埋到去啊呢個波咁靚都唔重靠呢？仲要輕輕一防，輕放日本隊係唔係咁容易喎？日本隊最拿手乜嘢咧？就係救球入嘅後場嘅救球啊嘛。咁預約救球，揾翻救球，簡直咧係出神入化嘅。如果你係咁嘅輕放都睇到路嘅話咧，根本就唔能夠成功嘅嚇。所以反而你係日本嘅最怕嘅就係你係高點嘅強攻。13-13，佐佐木發球喺呢個時候咧好緊要嚇。邊個攞啲分咧係好重要嘅嚇。13-13咧，第14分嗰個咧心理威脅係好大嘅。先攞第14分嗰個咧係著數好多嚇。咁啊，日本隊咧而家係出咗呢個。江藤直美出咗去啊，因為後場防守咧，不如俾阿津雲博士咧防守穩陣啲啦嚇。好啦，而家咧嚇呢個時候咧嚇打到時候咧滿領嘅前場啦。哎呀，呢個波咧啱啱咧喺二號位啊單腳飆埋去咧，係避曬手起來㗎。好啦，日本隊呢個時候發球咧就木村加內田，追唔到，追唔到。冇咁快啦！嗰個助教咧係攔住佢，叫佢唔好追，因為你為咗追求波，如果撞埋啲凳度咧受傷咧，仲難搞啊！所以咧，日本隊助教咧伸手攔住球員咧，唔好追，唔好追，因為仲有咁多波要打噶嚇。好，呢個波拉手好靚啊！拉手喺二號位強攻咧，仲扭手打翻個直線，打得唔錯啊！呢個波嚇。好啦，滿永。日本隊滿永發球穩陣啊！上網呢個蘇沙上去，猛打落去，哇！斯華呢個波打曬大斜線，扼曬斜位，好可惜咧係出界。咁但係巴西球員咧認為咧波係捉手出界噃，嗱點話冇？於是乎咧，日本隊就憑呢球14-13啦，一分波點樣？滿永咧真係唔爭氣真係啊！14-13咁難攞翻翻嚟咧，啪一聲開出界，真係好可惜啦嚇！好啦，輪到巴西啊，有機會嚟啊，杜華奧啊，哦冇餐市啊，日本隊，巴西進攻啊，攞翻啲分啊嗱，如果唔係唔掂啊，芝華重靠得唔得？唔得，津雲博士一個嚟冇機會打落網啊，分鐘啊，咁打法唔掂啊！哎，再嚟個芝華，哎呀救翻！日本隊後場真係好犀利啊，富裕還抗，繼續。蘇沙唔俾，俾到，哎呀，終於咧係俾咗啦佢咧，大亞斯嗰邊啦嚇，去咗呢個後場嗰邊打。原來巴西真係要進用翻咩咧？用翻後場進攻。大亞斯打落去，
都是大家姐依個下波殺成嚇，結果追翻14-14平手，咁啊要贏兩分咯噃嚇，喺邊度輸贏兩分添啦？一個開弓球打落嚟，但係咧佢打嘅時候喺後場咧起跳時候又係唔小心啦，挨到個攻擊線，變咗又係後場攻擊，又係犯規，啊變咗咧15-14啦，弊啦日本隊一分噃。啊！峰回路轉啦，俾個平拉開打落去，捉手出界。啊！呢、這個波終於啊平拉開咧，扯散呢個巴西嘅攔網。其實好㗎，呢、這個平拉開，唔好俾咁高波，俾高波巴西嘅中路咧係手掌拍埋嚟嘅話就攔死你㗎啦嚇。唔俾快波俾後場，巴西哎呀好勁啊呢、這個波！哇！呢、這個波似樣啦，呢、這個波咧就有翻大家姐嘅風度啦嚇，喺後場飆上嚟咧。在四米飙上嚟咧，系两米半打落去斯华好波。咁啊，斯华咧而家系巴西嘅主力扣球手之一嚟噶啦。斯华攞翻发球权啦，斯华开波。稳阵，得多次麻子系假嘅。哎呀，萨斯奇作作目打出界弊啦，16-14，就系呢球波打出界咧，令到巴西咧首先赢第一局。再睇一次，再睇一次啊！好啦，一传上网，多次话只系假嘅，掩护咗之后咧拉空咗，但系巴西已经睇到佢啦，两个人拦网，一打波底之后咧系一路咧直飞出界，咁巴西系以16-14咧系赢第一局噶，好难咧系防守嘅，日本队要拦呢个后场进攻唔系容易，第一自己要身入唔系好高。第二咧，對方係咁遠打埋嚟嘅時候咧，打嗰個打擊面係好大噶。究竟喺邊一點過嚟咧？喺網前邊一點過咧，好難捉路噶嚇。第三咁長遠打落嚟嘅時候咧，落對攔網係幾時起跳咧？跳幾快咧？還是跳慢啲咧？又好難捉人嚇。咁所以咧，嗱，如果係巴西後場主攻係殺食嘅話咧，呢一場波係十拿九穩係要贏硬噶啦。咁而家連續兩球重扣咧。是在四号位重扣成功1-0，巴西呢第二个赢波本次就难忘了，今天在这一局发挥得不错的好，满永打下去难到这个波呢，干利尼的手呢就向了是侧边，其实他是难忘手，应该手腕尽量向场内拍下去，这样的话呢就将对方的进攻呢是改變方向啦，係打翻落長區，對方長區裏面咧，哎呀呢、這個波咁都得喎，啊呢、這個波真係大意啊，係咁樣打過嚟，輕輕易易咧嚇，你睇下日本隊兩位球員咧，完全都大誤啊，鬥過嚟啫嘛，好簡單啫嘛，滿永拉後，佐佐木又唔知道，於是乎咧就咁樣送分俾個巴西隊，好滿永打落去，難到反彈，哎呀佢後場八米落。呢啲波唔掂噶，一反彈八米嘅話咧，自己嘅球員咧一定咧係進攻嘅時候咧係上曬去網前咧，去包圍住自己嘅攻擊手，希望咧進攻嘅時候咧，如果對方攔到網嘅話咧，自己可以將個波救翻起嘅。咁所以咧後場咧一定空虛嘅。如果反彈咧能夠去到八米落嘅話咧，十居其九都係救唔翻嘅。話3-0，巴西係節節領先啦，而家就哎呀滿永一傳咧唔靚。好，等打落去，大完咗九尾，麻麻地过网算数啦吓。好啦，就过网啦，长区翻嚟，干行直尾打唔打？大完咗九尾打都唔掂，救翻过网啊！过网轮到巴西进攻啦，双快一前一后，啊呢、這个波啊真唔知边度打，救得翻都算好彩啦吓。好啦，呢、這个波梗系俾大炮啦，唔系后场打，啊又得又得，我以为佢俾四号位打噶啦，又唔俾。巴西憑住佢特別嘅一個打法啊！呢個立體進攻啊，三角形嘅一個二號位一個四號位扯開之後咧，就俾翻呢個中間呢個五號位六號位去打咧，三角形嘅進攻嘅話咧係好犀利啊！呢個波夾硬鬥起都唔過網，夾硬鬥起都唔過網呢個波啊，托球落得好差啊！呢個時候咧暫停，暫停啦！呢個時候咧日本隊應該暫停咯，輸咁多仲唔暫停咩？5-0啦嚇，唞唞先啦。
國際女子排球精英賽，而家場波係巴西對日本嘅嚇，打到而家已經第二局啦。第一局巴西係好險啊，16-14緊緊贏日本隊噶。哎，第二局打到而家咧，係打到10-10喎嚇，10-10。咁日本隊方面咧，一定要贏翻呢局噶啦。如果唔係就輸2-0啊嚇。咁所以睇下日本隊能唔能夠贏翻呢個第二局。如果贏翻1-1嘅話，呢場波就更加好睇啦嚇。咁但係打落嚟咧，日本隊咧一路咧係同呢個巴西隊打落嚟咧。日本隊冇辦法可以打破巴西的攔網，一開頭輸5-0就係好明顯是巴西的攔網非常有效。咁而家日本隊打到而家咧就扯散佢啦，利用自己嗰個小組的戰術，中間剛藤直美多次見麻子，盡量串繞，串繞多啲嘅時候咧，俾機會咧係呢個二號位同埋四號位的強攻。尤其是二號位的強攻似乎比四號位更加有效啊！巴西隊似乎咧係較為忽略佢二號位的強攻嘅。好啦，啊一號位，但如果九尾你打呢波咧咁埋網、咁鐵網，完全係高 Q 大炮對付巴西，等於係送俾個表演嘅機會，令到佢嘅攔網咧係真係好似易如咧呢個反掌，一攔就搞掂啊！所以日本隊你唔可以俾啲高 Q 大炮噶啦。你無論如何一定要掩護快攻，或者係咧係做一個假嘅掩護咧，俾隊友咧係扯開佢打。好啦，翻返嚟場內面，好啦，呢個波又嚟啊！大魚喐九尾一樣唔掂。好啦，過網先，巴西強攻啊！哇，斯華打落去，哇，成個青蛙咁啊！江藤直美趴落去救翻波，算好波啊！真係兩個一前一後，邊個打咧唔知道，終於啊俾咗後邊。這個雙快用得好靚啊，一坐坐到後面二號位打呢個快攻，真係你睇再睇一次，兩個上啦，一比波之後兩個上，四號同後面一扯，後面從邊度打呢？結果令到日本隊唔夠膽拍埋嚟，係一個對一個。好啦，這個波靚啦，多次見埋走上去做一個掩護，多地嚟嘅呢個波咧就等於送分啊，太大意啦。日本隊方面呢多次見麻子隊長為首，應該係而家多次見麻子喺前面嘅。你應該多啲機會咧，就串繞，唔好懶啦。無論你真係打又好，你係做掩護都好，一定要。哎呀，差少點。呢個波機會嚟，大魚喐九尾喺網前把機會食咗個叉燒啊！好啦，滿永發球11-10，呢個叉燒令日本隊攞翻。哎呀！又係咁樣嚇，攞完分之後滿永發球咧，今日應該好容易啦，係第二次啦嚇，係第二次咧係發球失誤啊，喂應該唔好咁大意喎。好啦，杜華奧，咁我靚，多次滑展好靚，嗱呢啲波咧就日本嘅本錢啦，你一定要咁樣打嘅，如果唔係你下下高 Q 大炮咧，你點樣打過呢啲高妹嘅手咧？啊巴西健健都好高噶，如果你咁打法咧，就有機會啦。嗱，巴西扯埋嚟二號位，一定係啦，睇住佢走埋嚟噶啦，已經。不過，就算明知佢打得好，佢轉身噃，佢上起跳之後，佢扭身啊，好似架車咁扭太過嚟嘅話咧，呢一下突然其實扭太，你真係唔知嘅嚇，好難攔嘅，一個攔一個就嚇。斯華，好啊，多次話啲打唔打，繼續打，係啦，冇錯，今次就唔喺三號位打，就走到去後面嘅二號位打。啊！一樣點啊！憑住多次見麻子兩球波咧，係搶翻呢個發球權翻嚟啦！多次見麻子發球，巴西俾唔俾快波？唔俾重扣，攔到！江藤直美英記一功啊！巴西嘅重扣俾佢一個咧，中路咧係攔截。好，攞多分12-10啊！日本隊又要出嚟㗎啊！呢一輪咧，日本隊嘅進攻咧係能夠打破巴西嘅攔網，而攔網方面咧，哎呀，巴西自己送分，扭埋過嚟嘅球員咧一扭身就扭太多啊，扭得太犀利啦，一打打去邊線出界，送分13-10，哇，多次見埋啲繼續努力啦，趁佢而家係似乎咧 unfit 啊，哎，救分，好靚喎，不過咁樣救到啊，大魚九尾重扣。重扣嚟啦，攔到，救唔救到啊？救唔到啦！其實巴西嘅重扣都唔係差㗎，
規起跳時間唔準嘅話，嗱，睇下呢個波啦，佢四號位啦，四號位起跳時間爭些少嘅話咧，就好容易咧打到手指尖嚇、啊、出界嘅。好啦，巴西發球，林馬往前爭住機會，唔好啊，波係啦，冇錯，打啱啦，哎呀，我仲以為咧。日本隊想撥過去添，中間嗰、那個一撥過去等於送分嘅，一定要組織進攻，升咗過嚟俾呢個佐佐木搞掂。因為當時巴西隊中路嗰個咧已經唔喐得噶啦，係俾日本隊牽制咗啦。升咗過嚟咧，佐佐木一個就一個單對單係有機會攞線位打嘅嚇、啊。好啦，日本大半美羅斯發球往前，好接望喎，重扣哇，超手超手打落嚟，好犀利啊！杜華奧呢個超手攻擊成功，好啦，蘇沙發球，喂，巴西落後緊嚟㗎嚇，睇巴西攔網如何，一個對一個冇問題啊，一個對一個日本都有機會啊，啊，總之握咗佢，一定要扯散佢中路喎，唔好俾埋佢，唔好俾中路，咁啊拍埋佢兩邊幫手嚇，記得嚇，多佐木，哦，日本換人啦，但喐狗尾咧出咗嚟啦。好發球啦，佐佐木，好快嘅波，俾個人俾快波啦！咦，二號位打空曬，一傳好靚啊！佢一傳咧係一隊隊埋嚟咧，俾呢個網前嘅球員咧係以最短時間到達，咁咧一托托去後面咧就俾個空位打啦。戴亞斯，剛頭直尾自己喺呢個四號位走去三號位，開攻球成功，好靚，救得好靚，不過又救得唔錯啊！哎呀，呢、這個波咧，你一球喺攻球一邊射咧，輪到我巴西一球咧，喺攻球咧中路噃，結果係巴西成功噃。嗱，呢線救翻，好啦，睇住佢打啦，佢唔打，一放中馬蹄形防守中路係最弱嘅嚇，因為咧係六位球員拉後去咗八米嘅話咧，喺六位前面個三米嗰度係最弱嘅。好啦，升起波升起後場打波，哎呀踩界！哎呀，又是踩界啦！嗱，呢個波咧後場咧係撲咗嚟打日本隊咧球員咧，睇住佢只前掌啊，係搭喺呢條線度嘅，起跳咧唔掂啊個波，後排攻擊犯規，我轉發球12-13，嗱，所以後排嘅球員咧係打攻擊球咧，一定留意起跳嘅時候咧，佢要肯定自己只腳咧係唔可以掂到個攻擊線啊，即係三米線。一掂到嘅話，就等於係踏入前場起跳咧，係犯規嘅嚇。好啦，江藤直美發球，前後快波啦，又係啦，終於俾三號位快波，一打打出界喎，可惜啊！但係球證就話係捉手出界嘅，我見到都應該係捉手出界嘅，嚟望下嚇。咁但係睇球證點判啦，真係判捉手出界啊！結果咧就巴西隊發球啦。啊！準備發球嘅巴西嘅甘尼利，咁啊臨馬休息一下先。甘尼利發球，呃咗佢啊！多次麻子呃咗巴西一個啦，大家得唔係咁明顯啊？讓巴西隊咧係知道佢咧係假嘅，就拍咗埋嚟咧攔呢個大圓咗狗尾，結果打落去俾人攔死咗。咁呢個波嘅掩護性係低。比巴西的攔網是奏效，是13-13，是打和噃嚇。哇！呢、這個上危險啊，危險啊！13-13，如果咧而家巴西發球嘅嚇，巴西連贏兩分嘅話咧，又贏第二局噶啦嚇。咁日本隊咧真係粒粒皆辛苦啊！佢好難先攞到一分嘅，真係啊！唯一辦法就係用多變嘅戰術，咁但係日本嘅。快攻戰術咧，都係我覺得都係麻麻地嘅，嚇唔係咁清脆利落。喺個呃對方嘅方面咧，嚇喺嗰個掩護性嚟講，唔係咁有效啊。好啦，安利嚟發球，多次麻子麻佢又唔係啊，麻佢又唔係，所以咧完全呃唔到嘅嚇。好彩咧嚇喺二位嘅強攻咧，係令到巴西係攔網出界嘅啫。好啦，滿永發球，上網快攻唔俾，二號位強攻攔到，啊呢、這個波咧，日本隊咧算
好彩啦嚇！呢、這個波已經起跳嘅時候咧係離網啊！日本嘅攔網呢個時候係跳嘅時候咧係跳慢咗啦，已經離開個網噶啦。但好彩佢窮重透之後反彈咧，手掌向上，啱啱向上咧彈翻對方嘅後場，14-13。再嚟一次，呢個波打出界，呢個波係咪？呢個波唔係啊！呢個波足手出界啊！呢個波真係～嗨呀嗨佢出界啦，結果係你巴西攞發球權啦。嗱，追啊，巴西隊啊，你即好啦，靠你鋪啦嚇。哎呀，唔得，食唔到我，就俾啲日本隊咧虛攻球咧，係中間馬蹄形嘅防守中間咧嚟攞翻啲發球權噶。好啦，14，仍然係日本14，巴西13。大完咗九尾，發球，快波俾唔俾？唔俾，重扣。救翻呢波好波啊！好多次见埋子，又可以攻球成功。哎呀，呢、這个波咧，巴西后场球员咧，冇理由救唔到啊！呢个波吓系冇理由救唔到噶吓，完全两个咧，一个喺一号位，一个喺呢、這个五号位咧，完全冇反应噶。咁样输呢个场波咧，呢、這个局波15-13嘅似乎咧有点面拿过啦。终于咧都系俾日本队赢翻局15-13，结果系1-1。局數方面1-1，再睇一次嚟啦。好啦，自己進攻，上去掩護啱啊，正確啊。好啦，而家輪到日本進攻咯噃。嗱，多次環節即係好輕鬆打落去啫喎。嗱，兩個球員咧完全都係冇反應㗎嚇。呢、這個真係實在咧輸得太過離譜啦嚇。女子排球精英賽 B 組嘅分組嘅賽事嚇，巴西對日本啫。打到而家咧已經係第四局嘅比賽㗎啦嚇。咁頭三局咧就係、是、日本咧係輸咗1-2咋嚇，第一局巴西贏16-14，咁第二局咧就係、是、好好彩啦，俾日本贏翻局喎，就15-13，咁其實兩隊都差唔得幾遠啊，分數相差係好近嘅。咁第三局咧，日本咧係輸啦，啊大比數輸咗嘅，咁巴西贏15-2噃，哇直落好快就贏第三局嘅，咁現在係第四局啊。打落去第四個中間嘅時候啦好啦，見到場內咧暫停一下，咁呢個時候咧第四局係10-9啦，打到日本係領先翻一分，咁其實咧兩隊波咧分分鐘打五局都唔出奇嘅嚇，因為咧打落嚟咧係冇邊隊有把握係可以話咧係必勝對手啊，因為大家係半斤八兩，各有咧缺點，亦都咧各有咧佢哋贏波嘅機會。咁但係嚴格嚟講，真係要稱一稱嘅話咧，我本人就覺得咧，就巴西似乎咧都係贏波本錢多少少嘅，因為咧佢始終有一個好堅強嘅攔網，呢條防線咧令佢係攞好多分㗎嚇。咁進攻方面咧，佢嗰個後場嘅集體進攻咧，亦都係好殺食嘅。咁啊，如果日本隊唔能夠扯開佢，扯開佢啦，冇錯啦，多次見埋呢波好靚啊！隨著小隊友一傳上網之後，跟住咧就走埋個 set 台度咧。首先就喺佢前面揼一揼然後咧炸低暫停之後咧就轉咗去後邊 set 台身後打呢個波好靚一人時間差，哎呀慢咗啦！好彩咧係第二次再跳嘅時候撳到呢個攔網咧，真係好好彩啊！好啦，既然攔網成功之後咧，滿永發球啦，11-9。日本又有機會了噃嚇，唔通又追翻第四局？哇，咁就好好睇咯！好啦，而家巴西換人啦，林馬出咗去，換入三號嘅乾沙奧嚇。升起二號位打強攻我覺得巴西隊咧好多時咧喺二號位嘅扭手打呢個強攻咧。仲咧得手過呢個四號位打嚇，日本隊方面咧，似乎咧對呢個二號位嗱，往往都係咧睇走漏佢嘅。多次見麻子咧就以為打四號位走咗過去嗰邊啊，剩翻一個去攔佢呢個副手位，即係所謂二號位咧，實在好難去攔佢嘅。所以巴西好多時咧喺副手呢個二號位，甚至乎再加埋拱後啲咧，就由一號位撲上嚟打咧，係令到呢日本隊嘅防不勝防嘅嚇。咁呢個戰術方面咧，巴西用得好好啊。大完喐九尾發球之後，好啦，四位打得唔得？攔到啦，往往咧係多次見麻子咧，
就集中注力咧，巴西嘅四號位啊，就係、是、呢個斯華啦。咁所以好多時咧，就係俾佢吸引咗佢嘅。如果佢一唔俾斯華嘅話咧，俾佢另外球員打咧，日本隊就會咧係得翻一個難忘噶啦。好多次見華子扭過去不過慢啦，睇到曬俾人哋。跟住咧，俾巴西中路咧三號位一個強攻咧打落去咧，係死角落啦嚇。啊！呢一個咧就係乾沙澳啊，好高大嘅呢個啊，喺以前咧就跟住出場噶，但係出界之後咧就輪到多次接埋啲發球，快波俾佢靚啦，補翻球啦，頭先打出界，而家補翻球靚波啦嚇，單手起頭，落起個波之後咧，跟住一個波位就砌落去乾沙澳，哦換翻出去啦，換翻林馬翻嚟啦嚇，頭先係換咗林馬嘅。現在呢林馬回來了，江山我出回來出面，那也好啊，攻城身材起碼都打了球，很漂亮的快攻球啊。好了，發球之後呢上網江藤直美假的坐坐木真的啊，得打下去，巴西是爛網反彈出界，我記得日本隊有一個背心仔、啊、黃色背心仔的這個津雲博子在後場做防守球員，他不可以上前場的啊。哦，呢、這個波打落嚟啊！開波係出界，好啦，巴西發球，蘇沙穩陣發球，好傳好靚，滿永打落去攔到，哎呀，俾對方攔死啦！滿永個波完全係打一個大概係三十度嘅進攻啊！咁呢個角度咧喺攔網手嚟講係最中意嘅本領打波應該揀擇些少避一避手好啲啦嚇，揾條線路好啲噶，十比十一，仲有一分就追翻上嚟啦，巴西嚇、啊，誒本領點做啦？江藤直美唔俾，本領都唔俾，俾咗嗰邊嘅助助木打落嚟都冇乜大用，扭手打出界，呢、這個波夾硬打扭手嘅，如果你順勢打個斜線咧，可能會好啲嚇，睇住佢打嘅時候打波底好多噶。咁重手打波底嘅話，一定出界嘅。我坐咗木發球，日本隊上網俾得唔靚，強攻落網，強攻路華澳打落網啊！呢、這個波咧，日本隊又攞一分啦。坐咗木，好啦，發波俾唔俾？都係唔俾，都係俾要位又點？都係要位點？大亞斯嚇。啊大亞斯俾二號位打內地，但係又係出界噃。唉、哎，掂啊掂啊，位又咁打啦，又打出界邊田，十三比十，哇兩分波，日本隊可能追翻局啦。哎呀，去攻球，乾利尼上網唔打，佢話再打落又俾攔到，不如唔打。去攻球，我話轉發球，大亞斯老大姐。發球好靚，追翻冇機會啦！大魚一打出界，大魚呢個波冇機會之下咧，夾硬打都啱嘅。其實呢個波唔通送過去俾你打咩？係咪啊？採取主動係啱嘅，不過呢個波係打得尺寸差少少啫。十一十三，我認為佢打得好勉強㗎啦嚇。好啦，好靚一傳網頂升起，好好靚好靚，靚啊靚邊個咧？靚升波個，已經係一路個波係走緊佢巴西嘅長區㗎啦。再不起跳升波的波就過網的了，但他起跳在網頂臨過網之前升了一個波給他打，升得很靚啊！這個波也是巴西的托球很漂亮，給一個小平快、啊、在個托球手的前面大概一個人位置是打下去、啊、好了乾利尼波接華子掩護了假的被大魚都敢去打後面二位打成功，啊多次劍華只係呃佢中路嘅三號位，然後俾四號位打，四號位打唔掂咧，攔到我咧，俾翻二號位打。呢、這個時候見到日本隊扯得好散啊，將全個網前嘅九米係用曬佢，扯開曬佢嚟打嚇，盡量撕破巴西嘅攔網啊！咁呢個打法係啱嘅，正確嘅嚇，係聰明嘅。好啦，巴西發球啦，而家杜華奧。多次見麻子自己揾食嚇、啊，走去前面另一個咧係個人時間差，又係先走去三個位，然後一喘喘咗去托球手嘅身後，
打一個後面嘅快攻嚇。後場有冇掂到？冇掂到嚇。好啦，再嚟個，有咩後場咩？唔係啦，俾前場四位打啦。啊！呢個波咧，波子機。巴西真係有啲運啊，真係有啲嚇。唉，唔怪得咧，斯華笑啦，真係個波打落去咧已經爛死噶啦，俾日本都爛死啦。點知啊反彈到斯華個頭啊，頂翻過去巴西啊，連個頭除都得意嚇。巴西嘅即係足球世家，女子球員啊個頭都掂啊，頂頂過去咧又贏波。嗱喺呢個排球比賽咧，係身體任何部分足球都可以噶嚇，所以用頭啊用腳都得噶喎嚇。球例改咗之後咧，唔好以為用頭用腳唔得，得噶。完全可以，從前都可以用頭噶啦，而家連埋腳都得啊！光頭直腿出翻嚟，好啦，十一、十三，巴西仍然落後。好，重扣救到啊！半命啊，救唔到啊，半命。但其實救到嘅個波其實，不過咧就係咧係有少少擦跳下佢嘅，跪低啊！好，好你睇落跪低托好啊！不過咧都妥得唔好嘅啫，救到噶啦，好可惜啊，波唔抵。好啦，林馬，發球林馬，江藤直美打唔打？哎，疏疏木得咗。江藤直美走埋去咧，就牽制咗巴西嘅中路守將咧，係唔俾佢走埋嚟咧，係幫呢、這個攔網手係攔呢個助助木嘅，令到助助木咧一對一。呢、这個波咧有功能啊，功能直尾嚇，大冠美奈子出界，哦，直接咧丟出界啦。好啦，而家前場巴西有老大者戴亞斯嚇，甘利尼，咁啊甘利尼應該打個快波啦，照計都係啊，都沙發球，江藤直美係假嘅，滿尾嘅打真嘅啊，但係江藤直美咧有作用啊。將呢個乾利尼咧扯埋過去中間啊，令到呢個滿永打嘅時候咧，係前面幾乎冇人噶。乾利尼匆忙中翻轉頭攔網嘅時候咧，已經冇失咗位嘅已經嚇。哎，直線下墜啊！呢、這個波打得好叻，杜華奧啊，巴西嘅杜華奧同埋呢個巴西嘅斯華，兩個都係主力球手嚟嘅。好啦，大亞斯發球。兩網，江藤直美掩護咗，明明呃咗噶啦，好可惜啦！打嘅時候咧打出界啦，哇！真係抵啊！標哥做得好靚，個小組好靚噶，十二十三出界，好巴西打出界之後咧，日本隊有機會嚟啦，多次嘛點翻嚟，打好啲啦，我覺得多次嘛只一少少咧，唔係咁積極啊！嗰、那個掩護性係低，好啦，前一後俾咗後面，巴西往往一傳靚嘅時候咧，就會嚟到咧喺托球手前面一個，後面一個咧係打呢個雙快嘅戰術㗎嚇，點打好好啊呢個戰術，乾利尼，多次橫點冇用啊埋去，好重扣四號位強攻得手啊！強攻嘅時候咧，就係多次見麻子咧跳都係跳快咗，因為佢離網大概係兩米半打落嚟咧，係跳快咗落翻嚟嘅波先打到手指尖出界，十三平手啦，弊平手就唔掂啦嚇，啊都對波唔掂啊，好斯華打好手打救分，俊文博士大圓重球，哎呀大圓仲有出界啊！大圓喐手尾啊！呢個波重扣啊啱嘅，不過出咗界啊！而家佢邊埋打已經好靚噶，啱啱兩個人都一條拉落噶啦，好可惜出界啊！咁就弊啦。巴西咧而家係發球繼續啊，點樣啊？過網又唔掂，哎呀弊啦又弊啦！巴西進攻啦變咗，矮啦，又俾個後場進攻得手啦呢、這個波。哦，咁樣就邊埋呢一局波啦。十五十三，結果喺兩次嘅一次打出界，一次俾巴西嘅後場進攻之下咧，日本隊係輸埋第四局，以為佢追得翻咧，結果係輸埋十五十三，結果係以三比一係輸咗一場波啦。咁輸場波，日本隊咧就驚攰呢個 B 組嘅末席㗎啦，即係話咧喺四隊波，中國、意
大利、日本同埋呢個巴西嚟講咧，日本就肯定咧就係、是。